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还是铁机机遇到啊？哎，工具啊，这我干啦，两三行机器啊，你啊。上一集我们不是有拍那个那钣金那个，哇，修复那个。对啊。有问我是阿爹棒是什么？你知道是谁问的吗？谁？啊，就是一个叫泰山的人啊，所以我才拍这一集叫你这个。刚好呢，这边猫掉嘛。哎，阿杰家那边是？这台就是咱做爱心的公寓车。哦，是啊。爱心啊，虽然它已经卖掉，可是这边有一个猫嘛，蛮弄好看一点嘛。哦。我们的工具没有比人多，最少我有八打，还是八打。地方家，主要你看这个啦，就是工钣金工具组啦。啊，地方就是这啊，这分你看，大粒细粒，哇，哦，这是铁器。一般像这啊，就弧度嘛，就是你多加多粒的，你在那个猫对猫的地方用铁锤去敲，你看折痕这边是多出来，这样，假设这样顶住，你就敲，它就会这样咚打出来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我已经讲国语了嘞，啊，都垫垫呗，顶在那个最猫的地方，嗯，敲这个比较高的地方，稍微敲，它就会把这边把它弹出来。是啊，对，啊，不会伤到漆哦。不会啦，试看看就知道了。试试看，它有几个嘛？如果不行，就从前面下去嘛。啊，这是要让它独立，就把里面这一块板拆掉啊，锁才可以进去啊，是吧？这样我锁就可以进来了。这边用开，锁就会进去，就可以摸到这一个。好，好。因为它空间没有很大，就是哦，它白用了，缝隙越小的，像这个你就不能进去了，这样进去挪进去就越大了，没有？对吧？啊，头段有人讲什么灰阶是什么啊？哦，灰阶哦，灰阶就是哦，表面把它修夯一下，较修较袂落差。可是这个啊，这个啊，电话不接了啦。如果用铁的啊，像铁的敲比较容易。它是用铁的哦、喔，对，我以为是胶的。我有，我有，好看好哦。这表演只有一次哦、喔，你如果表演完就没了哦、喔。是啊、喔，不能再敲回去再就不要了。多一家，多两杯，看到不？好玩，这样子。好玩哦、喔，来哦、喔。有没有？有哎、欸，夹了吗？这里，它是对吧？一样顶这个啊，它去敲这个，敲了。敲凹洞这里，顶这里敲折痕嘛。嗯，那你敢有搞啊？哇，阿内你都看不上有啊？有没看到？有啊。哇，好就这样。回来了啦。对啊。还是有一点凹诶。对啊。所以这个时阵是咪，咱顶该一台粪扫提出来就会使啊。对啊，顶来较少，较细就会使啊。你等掉未？你之前会做啥物来收？还没收啊？还没收啊？一定要等来，一定要等来。就是稍微这样敲一下就好了。阿林上岸。无呢，这折线够歪歪。折线歪歪哦。对啊。哦，你动作我真正是哈。人家爱卡三四点钟啊，你叫我卡两分钟就好啊。我经常我其实我来讲，嘿，五分钟就好啊。只是爱卡久，该收较侪钱。有影啦。无你若三十秒就卡出来，要收偌济？像这个一点点就马上稍微弄一下就好了。伊用就是一束啊一束啊那样的啊。叫做小刮。反正已经改卡歹用了。敲出那个折线是要敲很久。因为折线也比较硬啊。现在比较少用这样敲了。如果烤漆的话，就直接就上了。它其实是爱把凸的地方稍微敲一下，它这边才会跑出来。比其实好很多了。对啊。好了哦。差不多了。再敲下去我就可以开店。就把那台剪坏，你就可以开店。那是有啥物啊用？假设我今仔手春梅落的所在够需要。哦。他说有什么？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啊。两三层的地方，哦，这边啊，用未到的，好啊嘞，那我提一台过来去看，确定，等下漆又烧掉，还要重烤，你我卖漆哇，你们是 keep 着 keep， 阿爸，你这个可以放了一集吗？啊，好像不是，看你越来越混了，妈的，现在随便拍个看，这样三分钟的东西拉到五分钟要上了，懂吗？这应该还好吧，我都跑掉。我表还没有什么生锈、哦，但是我们那一台还有一点点生锈，这台都没有。但这台里程数高很多。可是我就觉得还不错啊，你看哦，
那有 ABS 哎、欸，那时候算开光机比较 ABS。好了嘞，好了、啊，你要不要吸一下？要吸一下，吸一下要转移阵地啊。是啊，对啊，转到小房间是吸一下。对啊，这里有没有那个电可以插啊？啊，这边蒙起来是个小挂凹陷。蛮咸哦。然后无甲你咸嘛，甲你讲。我都去看吼，咱机器比人家济啊，咱无比人家济咧。人家那专门的啊。人家还有专业的灯，我们是只靠外面这样而已。其实就像他讲的，这个就靠轮胎一个像跷跷板一样，啊把这边猫的把它顶起来而已。无啊，等等的啊，看下小的会吐片。咱来讲架好了。哦，那不要。你这本来就安尼啦。啊啦，无啦，我手垃圾啦。我手垃圾，你莫安尼紧张啦，我都用较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。那失业就主要来做这个、啊，六块了，我的叮当六块哇。啊，这个就这样动啊，你注意看，我在你家蒙，起码有较白啊。我听讲啊，顺顺啊骑啊呢，因为我不敢一次顶太多啊，你不能一次太大力哦，你不能你吸这样一点这样了，一点，你应该把控位了。因为那个啊，木头还有菱角。啊，你也是轻轻的，你也不能太大力啊，啊就慢慢顶而已啊。会不会一堆人说，哎，隔壁我只猫了？可能会啊。没有，我会跟他讲说，你去找上次那个、哦、对阿忠师傅，对阿忠师傅，不是我把他利用啦，因为收费比较贵啦。对啊，你十万对不对？对啊，十万，老实讲，去考期就好了。对啊，考期重考掉了，对啊，有啊，有比较好。有啊，而且修工钱好很多。其实这个哦，总共考的是要耐心啦，那耐心啦，慢慢来用，慢慢来用。虽然我不去看啦，不然敢问阿爹棒干哪里的呢啊？对啊，阿爹棒艺术的是安内吼，假设这个是接的，好、哦，这是顶在后面嘛，最猫的地方顶着，然后用力往外推，啊折痕嘛，一点点上下折痕，啊敲那个折痕这样一敲啊，它就有力道这样往外推出来，我们就抓出来了，对吧？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使用后跟使用前。你比对一下，一定有差的。哇，你看，去澳洲的时候，你看。对啊，辛苦。哇。叶子板的。对，叶子板。讲一下的话，加一空啊，这位应该还蛮容易撞到的吧？哦、其实这个还是板得到，这个还算一层而已。嗯。哦，这也是从后面嘛。对，这里看得到，可是这里上来就变成很狭小，空间就比较少。对。你工具就进不来了。像这里干嘛？我这里跟我真正像你讲的，小花猫都拢会过去啊。哦。下去就用。其实这边都是还可以哈、哦，就类似嘛，两层嘛。啊，这个你刚刚说的这里，其实这是一层，你看，这样都看得到了，有没有？加了膜哇。啊，对啊呢，这样就一层。有这几层的啊，假设你加弄掉，好、嗯哦，就是要放在里头啊，对啊。可是越前面就越难弄了，你工具越难到。嗯。假设这里又不一样了，像加了斑美流啊。嗯加的板没掉啊，加跟国外板。我在那讲啦，弄掉，这个还是两层的，就很难板的。哦，就是不是拿来撞的啦。嗯，好了，板好了、啊，这是一个公益车嘛，就帮他处理啊，比如说把它弄漂亮一点。啊，这个玻璃也帮他换新的。啊，这个有影片的话也会上啊，大概跟你说。啊，再来就是等车主来看他，有要再加装还是说要弄什么时候再弄？假设他要。假设好了，那改手牌的，那自己要花钱，那也可以。哦，对不 对？类似的、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觉得，因为我们现在弄了，如果他觉得比他想象中更漂亮，当然就不用弄。如果他想说，我想把铝圈换掉，当然是可以啊。他要改手、哦、改十八寸的可以啊。十八寸那个他也可能要这么跑，因为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，对吧？对啦，讲到这个，有时候我的铝圈也是哦，新的很漂亮，有时候原本的比较漂亮，对，这个很难讲。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铝圈去修一修，各一半好了。一半是什么？一半是新的，一半旧的嘛。各一半啊，跟你一样啊。重新修两。这样没关系啊，我弄好了之后，你想换哪一组就换哪一组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我以为你要卖掉。卖掉都不要了，对啊，要卖三万呢。这贵。修理好了要本钱呐、啊。好啦，对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。好、哦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你跟我去欧洲走，好，拜拜。嗨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这个，传教教，不是 focus 的。哦，不是 focus 的，不是要对铝圈嘛？你看这里 ，Kelvin， 不会吗？还真是。蹬掉啊！蹬掉，因为你看哦，为什么会哭啦？蹬掉要严重。其实你的扁平比越扁啊，越容易去敲掉 Kelvin。
较会去撞到铝圈呐、啊。哦，假设渗透缝比较大，撞下去就很容易就撞到。啊，这个你不会修？这个它有专业的啊，用土炮的、啊。土炮是怎么用？夯夯的卡卡的，夯夯不锈钢的破皮啊，它的料呀。哦，所以不行，我们就走，我们去处理了，带大家去看一下怎么修复铝圈。走 ，Go。我就这样，等你过来小心喽。其实看到窟窿都是要小心，运气好的话铝圈变形，运气不好你轮胎都破了。好严重哦！啊，你急压的时候就压到轮胎的旁边啊，胎壁就会破掉，破掉就老轰啊，老轰就掉下。啊，你如果停胎旁边是刮到框的边缘、啊，对，那边又不一样了。他真的是那个吧，刘敏的，看好像厉害。那你觉得这好用吗？这个应该这个东西好用，还可以。可是它有个缺点呐、啊，太阳太大，你会有两个重叠，所以你在太阳太大的时候一定要关掉，就靠你的真正的螺丝钉。哦。不然你会穿透过去，你会看到真正的影像，两个会重叠了。就比较厉害的，像这样你就是用镜子就好了。好奇啊，看得到，有无？真的，是只五十块一百，你买几拢看得到，一千块啊，赞的啊，高科技的嘞，啊，对，高科技的，这是几组啊？这个，几组啊？几组就贵的啊？买手机啊？没啊，这你卡嘛就水啊，还是咧面露，然后配 B N W。备了，好不好？用风吹吗？对啊。它喷出是喷这一块。对啊，没有，它会稍微盖一下。其实他们喷久了就知道颜色了。哦。有啊，红色的不少。还有你现在大概那几个颜色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等流油，它有把。外皮烤掉，所以它变减少，所以有一点点了。好，现在你知道了。是有一点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回去左右对调，你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吧，那就钱就开起了。嗯。对啊，我刚好差点看一下啦，修补750，好，增援1000，啊，喷漆5000。抛光啊。哦，抛光好像1000吧。嗯。啊，可是哈，但是价格是这样讲的啦，其实你的严重度是不一样的，像我们这样花了大概快2000块吧。对啊，你喷漆加修复，嗯，对啊，哎，店家说他不想太红，对啊，不用，因为我想像这样，他说那个技术怕被人家偷学了，哎，不要太红了，他说这样平均赚就好了，稳定就好了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拍，本来想说带大家看，没办法，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，好，那拜拜，哎，他这个是原来的吧？他没有补嘛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帮我返回来了，我帮你把它返回来。他刚好分抛光跟没有抛光，不用啊，因为我要无敌无告嘛。这只红的，这只黄的，这只蓝的、绿的这样。小号啦，哈，最好是这个，我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想法，这个把它换掉，这个太丑了，我要换上我们的 logo。这个，这次我们 logo 就把它放在上面。确定的，确定。哦。对啊，再想办法把它弄漂亮一点。哎，这是要重新加。这样，这是不要吗？它是变形的，往上翘嘛。对啊。啊，如果你再绕圈圈，是不是这样？过去这样窟窿，这样猫进来嘛。其实它就是要用椅节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啊，椅节啊，它修，它会转嘛，但是好像拉胚。对，拉胚这样转嘛。啊，它用机器这样过来，转到这里，它会压，就慢慢压，它一直扩大，变真圆，到最后这个圆。它是比如说一个轮子这样嘛，先靠着，这样滚到这里，它会助力往回推，转一圈又推，啊，假设一次推零点一就好了，变成圆的。就是用后高波，用后晒干，为了摩擦。那你这个钱是你要帮客人付，还是？摩擦呀。那这是算保固还是？算保固吧。算保固是不是？都还好，小钱都还好，别啦，因为这个东西，这个有时候没注意到，有可能我们交给他就有了，或者是他不小心撞到，啊，可能没关系，他没时间，就是我们帮他去搞这个，先弄，对啊，这也蛮快的啦，这样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修复的时间呢，大概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就弄，对啊，还蛮快的，还弄好了。
对，咱想说啊，不然先把那闲着，对啊，先帮你弄一下。所以供起来就烤炭呢。等的时间最久的是烤漆喷漆那里。哦，对对，应该等它干了。其实它弄的时候很快，很快，一下就好。大概搞不好它真的进去出来，大概半个小时内。对啊。就 OK